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斯琴格日乐，欢迎来到我的一个人乐队。为什么叫一个人的乐队呢？因为每一个声部都要自己来完成。对我来说，这当然是一项挑战，但是我喜欢迎接挑战，所以就有了一个人的乐队。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首呢，是我们蒙古民族的一首古老的歌谣，叫《昂扬脊背的灰白马》，是一首我们蒙古族的古老的歌谣。今天我用这种律动的方式，不一样的方式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呢多多了解我们蒙古民族的这一些好听的古老歌谣。他们呢就像一座宝藏一样，等着我们这些音乐人去挖掘。昂扬脊背的灰白马，正片马上来了。